晚上好。好嘞，好嘞。晚上好。我感觉我自己在沉睡的边缘，虽然我人醒着，但是我的灵魂已经离家出走了。唉，晚上好。拍了好久，好累。但这次升级也蛮漂亮的，跟个直播不敢出去玩，你可以出去玩呀，你出去玩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你们看我这发型，今天好白，因为我涂了很多粉底。气色，我涂了很多粉底，还是比青云黑。对呀，我在装新。我跟他一起拍合照，真的是公开处刑。他好白，他像一个白墙一样。我已经尽力了，我往我身上真的涂了很多很多很多粉底。明天陪李子去医院，哦，对，明天我要陪李子去医院，他要去检查身体，然后得需要一个朋友陪同，明天要陪他去。天天陪人去医院。我今天陪青云去医院，明天陪这个张姨去医院。谢谢大钟的一票，谢谢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算塔罗牌的时候，算到我这个月的下旬可能会经常去医院。我当时还以为我要生病，可是我身体挺好的呀，原来是陪别人去。我好健康啊，我都好久没生过病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已经好久没生病过了，因为我小的时候很虚弱，小的时候几乎就住在医院，所以长大了之后就几乎没怎么生过病。谢谢胭脂的九票，谢谢胭脂。陆婷玉在直播啊？小玉在直播吗？谢谢你的十票，谢谢。谢谢你的奶茶，谢谢旺旺的酒票，谢谢。我去看看，跟他连麦。没有啊，他没开连麦，哦，有的。Hello，天慧。等一下，你让我研究一下这个功能怎么用。这个等一就是，下，我没有连过麦，我不知道怎么用这个功能。你等一下下。哎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这样，我们就是左边是你，右边是我。那我能把你放大吗？你不能把我放大。就我点你，你也不会变大跳出来。你以为是微信语音呢？哎，你在哪里？我现在在酒店里，我在房间里，我好无聊，我爆无聊。你呢？我刚刚工作完。你在那个吗？宿舍吗？宝山那边吗？对呀，我在宿舍里，看我的宿舍，哎，有点乱，不方便给你展示。给我看看吧，我刚在给
我刚在给粉丝看我的床单，我也给你看一眼。我这个可以看吗？我可以切成那个吗？就像我单人直播一样切，可以吗？单人直播是怎样切？就是镜头转过去吗？对，我可以吗？这个可以啊。来一下。哇！对，我刚刚在给别人看我这个床单，好可爱啊，小蛮。所以你，我可以看你的吗？我也要看你的。我的床单就很普通，给你看一眼。这是什么爱好？怎么突然开始互相看起床单？给你看看吧，很普通哦。对，你没有搞那种花里胡哨的那种。对，我很朴素，小碎花。看我的熊。你的熊怎么在地上？啊，这是熊吗？为什么头这么小，身子那么大？这是熊呀。那怎么头这么小？还带了蝴蝶结。你看我手上有个蝴蝶结。哇，我一个蝴蝶结。你手上有个蝴蝶结。果然少女。我们小玉果然是少女。你是刚跳完公演吗？不是，我今天在拍摄生写。看我发型啊。你这个头发是染的还是？染的呀。那这个是染的。嗯，我还以为是那种夹的，因为我前几天拍照片就有那种发片夹在这上面，然后它就有一撮，就是那种、哦、那种。对啊，你是只染了这一半吗？不是，我这个不是接了头发吗？我不是短发吗？然后就想留一次长发，我就直接接了这个颜色的头发在我头上、哦、挺好看的，我觉得，因为有个性啊，酷啊。你染不了。对，我现在染不了，但过段时间讲不定我就能染了。这次搞完回去可能可以染。你现在是一个人吗？对呀、啊、我一个人。那你们是单人住还是双人住啊？没有，原来是两个人住，但是我的室友他离开了。他离开了、哦、所以我就住上了单人间。啊、哦、不提这个沉重的话题。啊，我本来还在说，我说超级无聊，然后我就在这边特别无聊，没事情干。超级无聊就开直播呀。对呀、啊、我现在就是这么想的呀，我想开直播的话好歹有人陪我说说话。对，你知道吗？有人曾经开过那种睡觉直播，就是睡觉的时候也开始直播。开过吗？你呢？我没开过，因为我睡相很难看，说不定还要打呼噜。睡觉直播？对。那不会，你可以考虑考虑。变吧，我要是睡觉，等我睡醒肯定就关机了。充着电，一边充电一边播，直播24小时。你那边的？哦，这个样子，共同的。W， 你知道我们有 CP 吗？我知道呀，我知道。他们在说我们两个如果是 CP 的话，应该叫什么名字？到哎，卢天慧。但是我知道他们都叫你肥肥。你怎么知道？对呀，但是我们在剧组没有人喊你肥肥的。对，就是他们只要试图喊我肥肥，我就立刻将他暗杀，所以在外面都没人敢叫我，没人敢叫我的绰号。对啊，所以我想想，不知道。快给我们想想，陆廷玉和卢天慧。哎，我们首字母都是 LT。哦，这倒是。但是英文很奇怪，他说我们叫鲁豫有约。我的天哪，鲁豫有约，不要这样好吗？那我们俩索性就出去做一些毒舌采访好了。鲁豫有约，搞一个访谈节目。刚我这边更吓人，我这边有人说叫肥玉罐头。我想
反正我在我们团里，只要是有人跟我组 CP 都很吃亏，因为前面就带一个肥字，感觉像是在骂他一样。那罚在前面，你要在前面。对啊，我在前面不就没事了？你支棱起来了呀。对，哎，我有个表情包，也是这个，我可以慢点发给你。是一个狗，然后一只耳朵竖起来，一只耳朵歪着，就我支棱起来了。对，很可爱的。好，我这边说，老婆是一，想当一。老婆是一，我是很会类型，对吧？哦，你说是就是嘛。我本来就是很会照顾人的类型。很会照顾软妹子的类型，确实，我们小玉真的是。对啊，我还没吃晚饭呢。我跟你说，我七点钟的时候我睡着了，然后我九点钟的时候才醒，然后点了一个肯德基。啊，吃肯德基啊？对啊，是不是觉得会胖？你吃了啥？我还没吃呢，我准备一会儿去吃火锅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你还没吃？我还没吃。晚上吃饭没事，我们一块胖。我好怀念，我好怀念横店的烧烤。那个什么，你是想怀念那个串串吗？对，怀念。那就是那种，我觉得那个挺好吃的。你吃过那个有一家叫什么兄弟撸巴？对啊，就是他家，东北人最爱兄弟撸巴。对，但那家有那个叫什么，就是冷面。就是那个冷面，那个叫什么汤一样的冷的那个东西，就是冷面呀。对啊，就他们家那个特色冷面嘛，我觉得很好吃。哦，真的好吃，是我们东北人开的。我只知道那个老板是个演员，但是我不知道是哪里人。应该是东北人吧，我觉得，因为味道真的好吃。对，冷面应该是东北的吧，是吧？我发现了一个炒饭也好好吃，推荐给你。我这边的评论说让我给你点，给我点，对，点到哪里来？点到上海来。点到上海就已经过期了，然后你吃的时候拉肚子。他要害我。哎，有人给我们起了个好名字，叫什么？听天由命，听天由命，听天由命。这个怎么说呢，这个名字是个成语，还不错，我还蛮喜欢四个字的。还有个天庭。对，四个字挺不错的，就是听天由命感觉好丧啊。对啊，就觉得我们两个组合在一起就是个，就有点悲剧的味道。听天由命，我们应该找一个喜气洋洋的。就是，对啊，我们还挺活泼的，应该找个喜气一点的。对，天庭饱满，像我们俩，像我们俩怎么样？我们俩是什么福娃吗？太吓人了！你有没有？嗯？你有没有开那个翻牌功能？翻牌我开了，我开了一个私密翻牌，然后开一个公开翻牌，但是我没有开那个语音视频翻牌，匿名没开。啊，天哪，你声音这么好听，居然不开语音翻牌？什么呀？太可惜了。语音翻牌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然后，反正也会直播嘛。你匿名开了吗？我开了。他们经常匿名给我发一些很奇怪的土味情话。发土味情话，然后匿名我没开，因为他们说，就是公司里的人说，就经纪人什么的说，万一有人骂你什么的，然后就说。确实。对，然后说开个10000的，就是鸡腿的名翻牌，开很贵，把那个匿名开很贵，没错。然后就说你想骂我也行，如果你愿意10000鸡腿来骂我，就来。那是真爱，这不是想骂你，这是真爱，这是真爱你。对，当时就是这么说，所以我就开，还是开了。就让它原封不动嘛，因为我刚进去的时候它就是这么设置的。嗯。对，这不是黑粉，这是真爱。我这边是。这不真的是真爱粉，不是黑粉。我知道还有人给我们起了一个碌碌无为。碌这个比听天由命还过分。还要惨。无为。
说我们俩还是挺认真工作的吧？因为你不是也在工作？虽然我今天没工作，昨天工作了。你明天要工作吗？明天不拍，所以我现在很闲。哦，那是得熬夜。对，明天准备出去什么喝喝咖啡。你刚说要推荐我什么炒饭啊？哪家？叫炒饭驿站。炒饭驿站。嗯。哦，我从来没点过哎。那我看。很好吃。嗯，非常好。嗯哼。挺好。蛋炒饭吗？还是哪种啊？咖喱。就是，不是蛋炒饭，就是里面有很多料的那种炒饭。嗯，我昨天看到了，但我没有去看，我只看了一个什么速报。啊，你在看我们的公演？对，我知道还会有中报和中报，这个两个都是互评，中报和中报。对，我知道这个。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我们的剧场里。对对，在嘉兴路。反正什么时候来看公演，小雨？我想，哎，我不知道后面怎么安排的，我可能可以回个上海什么的。我开拖拉机去接你。我来看看你的公演，可以坐第一排吗？第一排，你知道第一排是什么？第一排叫超级 VIP。我知道，我看过一次呀，我很久以前。我看过一次，然后那一次，哎，我们那时候，哦，我提过，我曾经提过，就是我们那时候剧组围读的时候，嗯，对，围读的时候我提过一次，看过一次公演，哎，那个，当时我看到第一排都是站着的，那个是站区，就是里面可以跳舞，对，我知道，那站着的贵还是第一排贵呢？你看，就是不是有三个豪华坐席吗？那我就不知道了，因为我坐最后一排。你坐最后一排？我坐最后一排，我不知道，前面我看不见。下次一定要体验一下前排的感觉。前排反正就是，哪怕是小偶像都没有办法弄到票吗？就是我们小偶像很卑微的。超级卑微，搞不到票，就只能给你一个小板凳，就那种塑料板凳，把你放在那个控台前面，让你在那儿坐着。控台前面就是啊，就是这当中那个走道啊。对，给你安排一个冷板凳在走道里坐着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我知道在哪里了，就是有一个灯不是在头顶上照你们的，我坐那个灯下面看你们。那两边那个栏杆前面都是人，对，你是前面有人山人海，是，哎呀，这，嗯，你过哦，对你，我不能问你过会儿去哪家店吃，看我是不是还有吃，过会儿去哪家店吃，还是不问了，没关系啊，我去海底捞吃，上海这么多海底捞，刚刚我这边的评论夸我很有意识，很有意识。对啊，就有些话我就只学会了不能问。我们小玉还来采访过我们。诶，为啥我这边你声话不同步了？真的吗？我卡了。对，好像是你卡了。啊，我还卡了，我突然觉得我好像阳过。太好了。啊，你是啊，对，古天乐那版的那个头发。是古天乐的版还是黄晓明的版，我忘记了，反正就有头发是染成这个颜色的。我好像杨过，你是小龙女，你是仙女，我是杨过。那不行，你是杨过，那你不就是我是大帅哥对吧？行，我不要做小龙女，我要做哦哟哦哟，没想到。我不说，没想到，真的没想到。我这边评论全部都是问号，我天哪！我不说，没有话，没有，刚刚啥也没说。哎呀，饿死我了，我要拆开来。对啊，太饿了。你要开始吃了。
想吃一点，不然真的是太饿了。好，那你吃吧，我走了。你现在就要出门了吗？你准备出门？我现在不出门，我再跟他们聊一会儿，然后就去吃东西，再聊个10分钟左右。大家都是晚上大晚上的要吃这么多东西，对啊，因为白天根本就不饿，一到晚上。好的呀，你随时微信联系。好，别忘了给我发支棱起来表情包。好的，等我下午就给你发，我好多表情包，我微信超多超可爱的都发给你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我不会关哎。我是要关，那我来，你教我一下，你教我一下，我是要关吗？还是？对，我教你怎么结束好了，因为我觉得我先挂断你，我舍不得。哎，就是在最下面最左边不是有一个？对，有一个叉叉吗？还是什么？对，就是最下排最左边。圈圈。对，圈圈，你点它。我点它一下，嗯，就可以了吗？你点它一下，它就提示你关掉了。天哪，好吗？那我来吧。好，过会儿给你发微信啊。好，拜拜。嗯，拜拜。Oh my god， 小玉真的好可爱。在剧组别人叫我天慧呀、啊、叫我天慧。隐形守护者我没玩过，别说我鼻梁上有个黑点了，我真是不想理你们，我这个是我自己给自己点的痣，你们懂不懂啊？气死了。真的是讨厌，哎，伤心，你们不懂我的时尚，不懂我的时尚。对，因为发消息，谢谢你的玫瑰花，哎。谢谢天降正义的一票，谢谢。现在点外卖吗？我想吃火锅。哇，谢谢 Zofi 的99票，谢谢 Zofi。今天美瞳好好看，我今天就是。本来戴着我那个黑色的很隐形的隐形眼镜，然后我就觉得和我今天的妆容很不匹配，于是换了一个美瞳，感觉有点不一样。谢谢你的奶茶，谢谢毒打美少女的9票，谢谢。这不是绿色的，我的蓝色头发现在变绿了。谢谢2点的9票，谢谢 biu 的玫瑰花，谢谢冰冰睡旺旺的9票，谢谢。
发型有点古装的感觉，因为我之前这里是收好的，就是很整洁的，然后这里有个皇冠，我今天走的是公主风，刚刚戴了一个皇冠在这里。谢谢墙头草的九票，谢谢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我们升写啥风格，我也不能透露，我嘴很严的，你等升写发出来了你就知道了。新公演的声线吗？田野小和我连麦，我们刚刚都连过了。你个假粉丝，你从哪儿来的？你个假粉丝，我们刚都连过了，连了好久呢。我今天本来就在想，因为我是找到了我原来拍花之季的，我觉得我之前花之季有一张升写拍得很漂亮，然后我就把那张升写找出来，我今天就照着那个升写化妆，画来画去我就觉得明明都是一样的，但为什么看上去就这么不一样呢？最后知道了是我隐形眼镜的原因。居然被小玉抢，我们小玉真的是一个温柔姐姐，哎，温柔姐姐。喜欢喜欢，喜欢，谢谢齐天大圣的一票。对方拒绝了我的连麦，哼，秦宇文一会儿去抓他。谢谢九岁的奶茶，谢谢 YMO 的99票，谢谢 YMO。我的脸要是有这么小就好，从这里开始截，这样子。哎，啊，这个反差。我就想当蛇精，我就喜欢蛇精。谢谢远弟弟的一票。我就喜欢超级无敌小脸，从这。这脸只就这么小就好了。算了，姐也不是靠脸吃饭的，姐凭才华。我把刘海扒拉下来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们的摄影师直男审美。谢谢二花的9票，谢谢，谢谢二花的10票。直男审美，今天我换了4个发型，就是我的刘海。我第一次是这样的，就是。斜分的刘海，就这个样子，自然款刘海。第二次弄了齐刘海，
然后第三次就像我刚刚那样把刘海梳上去。谢谢 ANQ 的一票。然后那个摄影师强烈建议我把这个刘海就这样放平放下来，说这样很可爱。我拒绝了，我说 no， 我现在要尝试一些不一样的风格了，我看我齐刘海已经看腻了。谢科技拼视频的一票。不是不做开放了，这样是很可爱，但是我觉得平平无奇。我觉得上镜的话，我刚刚那个刘海很高级，这个嘛就很可爱，可爱能怎么样？我今天出门洗头发，然后我睡着了，在他给我吹头发的时候我睡着了，我就听见他跟我说你的刘海是被火烧过吗？然后我说啊，他一直在问我你的刘海是被火烧了吗，我心里在骂他，我说不是我的刘海被我的火，不是我刘海被火烧了，我感觉好像他脑子被火烧了，不知道他要干嘛。我说什么意思，他一直在那里问我你的刘海被火烧了吗，我说我刘海被火烧了，我人还在吗？不知道他是不知道他要干嘛，不知道他什么意思。他让我起来，他说你起来看看，你起来看看，你照照镜子，哎，你现在看不到。我说我不想看。谢谢 A10Q 的九票，谢谢。偏得让我起来看看，对啊，我就很好奇，我就一直问他什么意思啊，什么意思？一直在那里说我刘海被火烧了。真的搞不懂。我辣妹，我也走不成辣妹风啊，其实我也走不成辣妹风啊，因为我人还是很温婉的，你们不觉得吗？悠悠们，我觉得真的好奇怪哦，你们说我嘴巴其实算是很小的，也不是很小，算是小的嘛，就这样一坨坨，但是我一张开怎么那么大呀？怎么会这样？谢谢你的11个月圆棒，我觉得很奇怪。哇，今天不在的日子，我觉得好幸福。没有人。没有猫来骚扰我。我要让张姨也体会一下这种有两个孩子的幸福生活。我觉得不能让我一个人享受，得让他也享受享受。
我真的好困，我今天是被清文一掌拍醒的，我被他一巴掌拍醒，人家正在这睡觉，睡得好好的，睡得很香，他说吧唧一下把我拍醒，他说他扁桃体发炎，他说他要去医院。我说我再睡一会儿陪你去，他说那你睡吧，然后他又开始在旁边看传送之歌，他就说那你睡吧，然后他开始在旁边放视频，然后过一会儿他又在那里，过一会儿他又在那里呜呜呜呜，我不知道他干嘛，他说呜呜呜呜。喂喂喂，你这样跟我说话，然后给我指手机说微信，说微信，喂喂，我点开微信发现他让我点个外卖，然后我就问他你点外卖，因为他刚刚跟我说他要。非常疼，嗓子非常疼，咽一口口水都觉得非常疼。我说你口水都咽不下去，你怎么饭还吃得下去？咽不下口水跟点不下外卖，咽不下口水，但是你吃饭的时候也要吞咽啊。点外卖，对啊，我也不是点外卖，对啊，为什么让我点外卖？为什么要我点外卖啊？哎，好奇怪哦，这个人。上当，变成工具人，我就是个工具人。谢谢 BALSSS 的九票，谢谢。而且跟他走在路上，跟他走在路上，我走着走着突然发现人没了，一回头人没了，然后发现他在很远的地方在那里自拍，这样子，就是马路中间，就是马路中间这个样子。哎，你们看不到我这个，你们看不到我全身，你们都不知道有多好笑，在马路中间这儿，手机放在下面，谢谢转正的二点的九票，谢谢。在拍摄，我又想起来一件好笑的事，拍摄写，他说我是公主，你是王后，我说那我是你妈妈，我笑死
能说话，他能说话，他医生让他别说话，那谁能一天都不说一句话？谢谢巧克力。我是公主分呀。悠悠们，我在直播，一会儿我就下播了。哦，谢谢奶茶，因为我今天疲惫，我还饿，我还饥饿又疲惫。先把头拆，先把头拆。明天去医院需要早起，他那个东西必须要早上做才行，他那个胃镜。然后明天回来还要排练。好帅，你别提了，我现在对这个词很恐惧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昨天辛苦，我不辛苦，我有什么辛苦的？我很乐于陪伴我的好姐妹，做给她力所能及的帮助。谢谢，谢谢。我这个 ID 我念不出口哎。我倒着念吧，谢谢一二一发鸡狗，发鸡狗有盆，谢谢发鸡狗有盆的十票，谢谢。突然哽住，我念你这 ID， 我觉得直播间会被封。你说我念个你的 ID， 万一我以后火了，然后人家把我念你 ID 的截图截出来。截屏截出来，给我断章取义。给我断章取义的话，我就百口莫辩。谢谢奶茶。其他孩子都念了。哦哟，哎呀，谢谢谢谢。谢谢 ，Would you， 念个英文的，对啊 ，Would you make chicken 的 ，Would you make chicken 的99票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真心感谢你，真心感谢你。哎呦，我害羞，我念不出口哦，我好害羞哦，想想都害羞。不念了，你别说不念了呀，我念了呀。我就只不过是念了一个英文版的，但还是你啊。我刚刚说什么来着？哦，我说昨天我做完发型之后，我就回去化妆，我就说，我觉得我好奇怪，我哪里奇怪？周诗雨很会说话。周诗雨在旁边悄悄地问我，哎，
是不是有点像男的？好会聊天啊！好会聊天的周诗雨，而且他一本正经的跟我说，是不是有点像男的？而且我昨天就是这个样子的发型，就很普通，而且我还有刘海，很可爱。我也不知道。没有必要，友友们，没有必要。谢谢你的五个巧克力，谢谢。没有必要，我还是很想当一个，我很想当一个甜美的女孩。奈何人的脸就是变得越来越。有突然有点棱角，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有点棱角。我新长了一颗痣嘛，我觉得挺好的，这是我点的痣。刚刚他们进来都是问我，你鼻子上有个脏东西，你鼻子上有个黑点。我觉得你还是比较懂的，你懂得它是痣。悠悠们，我再直播两分钟。今天回来睡吗？看情况吧，看情况，看我今天想不想和他睡。我觉得失去了今天，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难过。谢谢睿智的九票，谢谢睿智。哦，十一号是五场吗？十一号。我没记错的话是晚场，我一会儿看，嘴瓢，谢谢二点的九票，谢谢。我没记错的话是晚场，但是如果是五场的话，我一会儿在口袋饭店说。我听说寇娜剪头发。立刻跟他连麦看看。不接我电话，又是这样。这女的怎么总这样？Hello, mom. 我叫老婆。老公。老公帅吗？老公帅吗？他在家爸爸了。无言以对。老公帅吗？卡。你能把你半边眼睛露出来吗？你现在有点像杀马特。你不能这样，比较帅，这样比较非主流。这不是非主流，是杀马特。一个意思。我命由我不由天。啊，你不喜欢？真不错。我天哪，剪这么短。是一个清爽老公。你剪这么短。因为要当你老公。我就说他这个人不对劲，怎么会是对我有点想法的？你不挂了，我不想跟你连麦，又别要找，不要找我连麦。总归是有点不对头，对我有点想法。为我剪短发，谁说我喜欢短发？哎，
谢谢春菜的99票，谢谢谢谢你，谢谢。害怕我？谁会害怕我？我只是一个无辜的女孩罢了，我只是一个无辜的女孩。好了，我下播了，友友们，我们改天再见。谢谢清风明月成歌的9票，谢谢，拜拜。我直播有一个小时吗？没有啊，半个小时有吗？哇哦，哇哦！谢谢爸爸 ，love you。哎，哦，谢谢你的皇冠，谢谢，谢谢你的皇冠，但是你的 ID 让我有点混乱。谢谢你的皇冠，但是你的 ID 让我有点混乱。怎么会这样？觉得我被伤害到了，我反应好快，这不是正常反应吗？我这还算快的，真正反应快的人应该都是看到的第一眼就知道了，看到了就知道了。被占便宜了，在我下播的最后时刻被占了个便宜，这也不是被占便宜了，是我占便宜。如果一句爸爸能换来一顶皇冠的话，我愿意说一亿次。好，晚安友友们，晚安。拜拜。你 ，yes， 你们也早点睡觉哦。